最后用力给祝福。张可爱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义卖会要开始了，有什么话？就一句话，三个字，你让我说完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他怎么跌倒了？没怎么样吧？受伤吧？是啊。先去放酒杯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要求你穿高跟鞋。爱一个人，就要接受他原本的样子。对害怕，你的担心，我都应该要看见，也应该要一起接受。我不应该勉强你到我的世界来。你穿不惯高跟鞋没关系，我可以永远蹲下来陪你一起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三个字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不该不相信你，怀疑你的判断，也不该不经证实就指控你乱放谣言，还有开除 Daniel 他们。就这样，你要跟我说的三个字就是对不起。你都已经到这边来了，还是不愿意给我答案。
杨子浩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男人吻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？爱她。那一个女人吻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？也是因为爱他。你爱我？你真的爱我 ？Yes， 传可爱，爱杨子浩。可爱，我也爱你。是杨子浩爱常可爱。你就是不松口是不是？那三个字，你就是不说。害羞，故意的，想整我。